啊，我来帮人家修空调，迟到2个小时，不知道会不会被客诉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的服务宗，我们的服务宗旨，顾客就是上帝。人，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想吃点什么东西？在我们这里，顾客就是上帝，我用生命让你满意。我是来修空调的。修空调的。修空调的。为什么迟到啊？路上塞车啊。塞车？会提早2个小时出门吗？对不起。道歉表情吗？对不起。道歉才用吗？对不起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能把这个打开，我想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短路。可以，有在短路啊。对不起，我现在马上检查。啊，应该是插头没插，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是。老板再见。他这次没有客诉我。工作算是保住了，肚子有点饿，来吃点东西好了。不过这边就是餐厅，我就来这边吃东西。可以。老板你好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赶快滚啦！哇！我是来吃饭的。哦，吃饭的。对，我是来吃饭的。吃饭在这里算什么？顾客。顾客算什么？上帝！你们的服务宗旨是什么？没有生命，让你们满意。你刚才态度让我很不满意。对不起。这是道歉表情吗？对不起。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去给我点菜。想要吃点什么？你做餐厅的，用两眼看，知道我要吃什么吗？对不起。想吃哪一份？我先帮你倒水。点菜，我先帮你倒水啊。点菜，我不会边点在边倒水啊。那快提到2个小时倒好吗？好热啊！去把空调打开。是。水里面怎么有苍蝇？水里面有苍蝇。你做餐厅的，水里面有苍蝇。我传到我楼上就死定了，知道吗？对不起。啊，正好那个店里的空调坏了。空调坏了。是修空调了，没修好。对不起，我现在马上来看，我马上来看。对呀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个。冷气遥控器的电池没有装，遥控器没装，你家空调能用啊？马上，去吧。老板，你这边营业到几点？24小时啊，整夜啊。等等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我下班了。想要客诉我，明天打客服电话。现在我要在那边吃饭，我要吃饭。吃饭在那里算什么？顾客是什么？顾客就是上帝。那你们服务生是什么？我们用生命让人满意。点餐。